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小龙虾已经大量上市了，今天来做一个麻辣小龙虾，这是我今天刚买的。现在的小龙虾还稍微有点小，我们这里30一斤。首先用刷子把小龙虾刷一下，多刷几遍，一定要刷干净。然后捏住中间的虾尾，拧一下，抽出虾线，再掰掉虾头的外壳。这是虾黄，喜欢吃的可以留下。虾鳃比较脏，去掉不要。这样小龙虾就处理好了，最后再清洗几遍，沥干备用。锅里油烧8分热，倒入小龙虾过油。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虾肉和虾壳分离，也能增加香味，所以油温一定要高，过油时间大概20秒左右，时间太长虾肉会变老，然后捞起备用。现在准备配料，洋葱半个切成丝，大葱切断，青花椒和红花椒各一小把，装盘备用。还要准备桂皮、香叶、肉蔻、炒果、沙姜以及干辣椒和蒜末，香辣酱适量，也可以用火锅底料代替。再加郫县豆瓣一勺备用。热锅放油，倒入葱和花椒，中火熬出葱和花椒的香味，捞出残渣，再倒入香料以及香辣酱，炒出红油和香味后，倒入小龙虾，大火翻炒均匀。加料酒去腥，继续翻炒，然后加食盐、白糖，翻炒入味后，加适量的啤酒，盖盖煮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后已经能闻到小龙虾的香味了，然后来点青椒和洋葱块，大火收汁，翻炒至断生后下入葱段，继续翻炒几下后即可起锅装盘。这样一道鲜香美味的麻辣小龙虾就做好了，虾肉鲜嫩还入味，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期见。